怕边个？面面望望，我而家开始点火。Oh， 第一次我骑摩托的时候，咩咩咧咧，忘记开大锁。Oh， 第一次我骑摩托的时候，擦擦擦擦，惊人地做飞我。慢慢开喺阿民族大道，单车都几快、哦。Oh， 第一次搵人收车的时候，万零公里都未换过机油。Oh， 第一次试玩摩托的时候，路过阿婆问我要打蜡模。南国街晚晚公共厕所停摩托。十字路口交警一个，捉住冇戴帽嗰个。漫漫人生只得一趟，冇证驾驶怕边个？微微望望，我而家开始点火。Oh， 第一次我骑摩托的时候，谢谢忘记开大锁。Oh， 第一次我开摩托的时候，擦擦擦擦，惊人地撞飞我。南国街晚晚公共厕所停摩托。上网赌球咯，南宁白话好多人识讲啦，但系你识唔识写啊？就算识写，咁你又识唔识喺手机上嗰啲打出嚟呢？有人就识我，我哋就收到好多用南宁白话发过嚟嘅短信，咁我就读俾大家听一下。有一个叫做妹仔靓靓发过嚟嘅短信，内容系咁：落班从朝阳花园坐九路车翻淡村。人超多，只好企住，旁边一个人睡得好香，快到站啦。个人醒问：请问朝阳花园到未啊？激死啊！睇嚟我睇嘅系梦游啊！好，咁另一个叫做无敌细蚊仔讲：出差到南宁，要到西大办事，唔识路，心谂路喺嘴边。见只靓女行过，咁佢就上前问：靓女，请问西大点走啊？靓女轻笑细语咁讲：洗脚走咯。我睇啊，阿只更加激到死啊！好，下面继续仲有网名叫做周身冇蚊嘅朋友讲：
单身男人出租大头婚，价格就如下：陪倾计$30一个钟，三个钟头起$20一个钟，开水请自带镬。陪逛街每个钟头$25，三个钟头起呢就每个钟头就$15，鞋底要报销喎。陪食饭$10一个钟，三个钟头起呢就$5一个钟，雇主请客制喎。陪睇电影$20个钟，咁三场以上呢别接优惠，禁止睇鬼片喎。拉手$20一次，咁呢$10就全日。拥抱$20一次就$20全日。接吻$50一次$50全日。陪过夜倒贴$10。你又想我有咁大的急打随街跳啊，想陪过夜拉你上山都有份啊。倒绝三倍喎。好啦，后面的短信都是好搞笑啊。咁如果你觉得你的短信仲有更加搞笑啊，咁就请你发短信过嚟俾我哋啊。地址就系啲啦。好啦，今日嘅街知巷闻节目就到我哋。各位朋友每晚啊6:43继续收睇我哋嘅节目啦。咁我哋第日见，拜拜。